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uno 的创玩 Fun Game Studio。继上次去宜兰，这次我们要去新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往路上。那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台中。我只要一把手遮住，然后打开，这样就会到台中。就想说那就改天再去，现在要去一个春水堂，那我们现在设导航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到了春水堂，但是好多人，你们看，都是人啊！门口被人塞住了。那我们现在要过去。那这里的宝可梦有一些不错的，看一下这个。不错。那我现在就要抓一抓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春水堂。那这里我们点了一些东西，那就等餐送来吧。这里超多鲤鱼王的，刚刚我抓了超多，然后我的面已经来了，耶！豆干，哦好，它是豆干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吃，等下一道来，我再叫你们。这家最有名的珍珠奶茶啦，耶、yeah ！好，然后这是刚刚的豆干，我叫错人。那现在目前还没有。对，那拜拜。这个才是面，跟豆干差蛮多的。好，那现在面来热。耶、yeah。有一点胡椒粉，然后这是粗面。那这个我就不会拍，我吃的快准喽。
屁股。他们在喝水。鸭子。鸭子哎。摄影机耶，这栋路超猛，但没有。被人撞，谁敢穿？早就被砸死了。怎么是路超？路啊，超猛。人家新亚国中也是路冲啊。还蛮美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要到了歌剧院啦。这歌剧院长得不错，就是类似屏东坪的概念。好了，那刚刚那春水堂的那个痴痴心得，现在来弄一下吧。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跟上次吃的是一样的感觉，然后那珍珠奶茶也是，它珍珠很软，然后评分就是一个8分这样子。好了，那吃吃心得就先结束啦。那我没有进去，就是走一走这样子。
臭水沟，我最爱看臭水沟了，好棒啊！臭水沟，是臭水沟哎，哇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，是臭水沟，耶、yeah, ，臭水沟，耶、yeah。去吃一个叫做赤鬼牛排，就是右上角的图片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慢慢的开车去吧。好啦，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赤鬼牛排，那等一下吃的部分我就不拍了，那我们就等吃完吧。好，那刚刚呢，我们吃完了我们的赤鬼牛排，那现在要来优通的吃吃心得。吃很软，然后它的面也很好吃，可是我觉得要加大份，不然会吃不饱。然后给九分耶、yeah ！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要去一个听说有灯光的地方，那等一下应该就是那种就是我会放 BGM， 然后就是拍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要准备走了。东西说实在，有点鸟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了，所以等一下到那个回民宿，现在就是在回那个民宿。对，被挡到。那我现在在全家买个泡面，就要回民宿。回民宿会做一个就是收尾啦，那我们明天和后天也会有 vlog， 对，那我们就先等回民宿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是吧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影片下方点喜欢；想支持频道的，就在影片下方点订阅。有任何问题或者意见，就在影片下方留言啦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吧，拜拜。